现在在我的舅公的屋子，他这里他种了很多果子，有木瓜树，有香蕉树，很多果树，还有红毛榴莲树，然后后面还有圣诞兰哥，你看他在这个空地这里，全部都种得很美。还有后面那边也是有，这个就是南哥树，他种了，上次有出过，有给到我们吃，每次他就会过来。哦，你看他包着的完，这南哥全部都是成的完了，几多粒一颗这样子，有一二，你看那布的就是有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一颗，十一粒不是十一颗，南哥，然后这里有一颗，那个是红毛榴莲树，它也是有一些果出来了，现在全部都是果树啊，站在这边，所以它住在这个，就这个是一个华人新村，所以他们的地都非常非常大，你看这个隔壁就是新村屋子，小街这样子，可是地很大，他们就什么种水果啦，然后养鸡啊，这就是华人新村的地方了。你看他有种了很多新的小树啊，你看那个木瓜树，哇，才几颗罢了，生的果，从上面那边生，它下面这里也有，这棵那天我上个星期把它伸到下面这边来，现在摘了，你看上面那边全部都是木瓜了，完，才几颗吧，因为那边就很大力了，因为它树越大的那个果就越大力，很多啊那个木瓜，才几棵木瓜树，所以你说种木瓜，天天吃木瓜吃到有点怕，这是木瓜品种。你看到那个叶子上面都是木瓜，也不是很高啊，这棵跟我差不多一样高啊。嗯，到上面的还在开花。这个香蕉树，因为那个果太重了，那香蕉整串还被用那个树枝顶着，不然的话那个整棵树，因为这个香蕉树它的那个茎很软的，你一把刀砍了进去它就断了。现在把两棵绑了，这棵也是，这个没有这样有营养。那棵就长得很美，然后你看种到啊，整棵树这样跌下来，所以要用这个树枝支撑着它，很美。然后后面也是，就像我们。Bye.